各位早晨，我哋而家咧就身处呢一个中环嘅港外线码头，呢、这个五号码头去长洲嘅呢一个码头啦。咁呢一个码头咧就呢、这个渡轮咧就系、是、由呢个新渡轮经营嘅。咁原来咧去长洲咧系有两种船可以选择。咁第一种咧就可以揀呢一个高速船，呢、这个 fast ferry。咁亦都有一個普通渡輪啦。嗱，咁原來咧就兩種船咧都係每一個鐘頭有一班船。咁喺呢個碼頭裏面咧，亦都有啲小賣部啦，亦都有啲灣景小食啊，香港特色啦，勁辣魚蛋啊，潮州粉果啊，啊碗仔翅啊，糯米卷啊嗰啲啦。嗱，咁咧我哋。影一影呢一個船嘅呢個 schedule 俾大家睇。咁咧，嗱呢個高速船咧就係12:45有一班，13:45，即係每搭九咧就有一班船開出嘅。呢個係高速，可能咧就應該半個鐘左右就到長洲噶啦。咁收費咧就係成人咧就24.7。咁長者同埋小童同埋殘疾人士咧就12.4，咁即係半價。咁除咗呢個高速船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個普通船。普通船咧就呢、這個時間表咧就係、是、開12:15，咁咧亦都係咧每一個鐘頭有一班船。咁呢個咧我相信咧就佢可能比起高速船嘅速度咧就慢少少。我預估係45可以到達長洲。咁咧就呢度咧，呢度嘅票價咧就有唔同啦。咁咧就成人嘅票價咧就係、是普通位，佢呢個有分開嘅喎。普通位咧就係12.5。咁咧豪華位有冷氣設備嘅咧就19.6。咁咧就長者咧就係、是、普通位就6.3。咁啊，豪華位咧就9.8啊，喺好多種選擇嚟任君選擇，有豪華有普通。到啦。咁樣咧就，咁咧我哋就而家就見到阿格格同阿團長啦。咁咧嗱，我哋而家就預備出發咯喎。咁我哋要豪華位定要普通位啊？豪華位啦，不如。哦，豪華啦。嚇，咁咧就要應該係買飛咯喎，如果係咁樣。你問到阿團長啦。係。咁咧。八达通，我哋要喂，点样分豪华位？乡下仔，豪华位喺呢度，普通位喺呢度。哦，入闸有分嘅。系。O K， 唔该你。张飞啊，上三楼。哦，上三楼。咁咧，原来咧就豪华位咧就有一张飞嘅。咁咧就嗱，俾大家睇下，有一张飞。咁咧就写住呢个豪华位啦。咁咧就上三樓，咁三樓咧就係有冷氣嘅，咁啊夏天啊梗係豪華位啦，舒服好多啊嘛。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可以預備上船噶咯喎。好啊，我哋睇下格格今日，哇喺格格好型啊！嗱，咁呢個工作碼頭咧嘅設備都算 OK 嘅，又有小賣部，又有小食，亦都有好多汽水機。是哦哦，原來入到嚟咧就分開上層下層啦。咁咧就原來上三樓豪華位咧就要上嚟上邊上層呢度登船。哦，咁又幾好玩噶喎。啊！呢、這個碼頭又同天星碼頭嗰個有啲唔同啦。呢、這個嘅設計咧就比較寬敞啲。咁啊，而家我哋就行緊呢一個吊橋過去啦。
你而家就上船咯喎。咁我头先咧瞄一瞄咧，就仲可以上喺层上面隔板噶喎。哇！好大隻个，呢啲 travel cat 嚟噶。仲可以上的喎，我頭先見到，仲有半橛甲板的喎，仲可以上，仲可以上嘅，頭先見到啊，呢度可以上，係，個樓梯喺嗰邊，喺嗰邊，咦，見唔到喎，會唔會喺中間？哦，有試下睇下先。你叫我哋行呢一样嘅啫。哦，喺前面嗰度上。哦 ，OK， 唔该叔叔。咁咧，而家我哋仲可以上多一层甲板嘅喎，原来。咁咧呢个咧就露天甲板啦，呢个。系啊，哇！呢个表演台喎，有餐间噶喎，哇！呢个真系几豪华喎，系咯。唔系好似话嗰傻人知唔系佢方便，又冇乜人啦，收翻啲钱咯。哦。哇！呢个出边仲有得露天噶，仲可以出去噶。系啊，你坐低先啦。后边都有嗰啲台喎。後面都有嗰啲餐台喎，哇！可以一邊食嘢一邊搭船，真係唔錯。冇位㗎啦，冇位㗎啦。我认识间长都攞美食啊！呢度正，系咯，呢度都有位，攞嚟出，咁咪景啦，出边都可以嘅。咁咧，呢个船本身咧，仲有一个露天嘅空间嘅。咁大家喺度咧，即系如果唔系太热太晒嘅时候咧，可以出嚟呢度吹下海风，搭船喺呢度。或者是食煙的朋友都可以在這裡食煙了。沒帶煙來喎。是啊，真的不錯啊，這個空間。好啊，終於可以出來了，我們計劃了很久了。是啦。又打風又什麼。是啦，次次被他阻住了。今天真的風和日麗啊。那我們呢就介紹了這一條短片給大家，就先告一段落。那我們就先上了個片給大家看看。